空的钻石，晚上我看到很多颗白色有闪亮的钻石，是富有人的钻石吗？不是。是海盗的钻石吗？不是。哦，原来是天空的钻石。糟糕，一到早上，那白白亮亮的钻石掉到大海了，把钻石打散了。散落的钻石掉在大海里，不再可见。哎，很好，来拍手。哎。